想必两性的繁华都存在。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选 D。 小明，你现在干什么？没事，我没干什么呀。还不承认？去给全班同学每个人都买一袋。来，我们接着上课。我班同学每人一袋饼干吃，我都买了一袋。今天我们学课文。小品，有什么事非得现在上课说？来，你站讲台上来，大家都听你一个人说。我宣布，大家放学。小品，垃圾没有扔进垃圾桶，你为什么就不管了？对不起，小米老师。你现在去捡起来，扔到垃圾桶里去。同学们，大家要把教室当成自己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，教室卫生当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维护。通知通知，为了提高大家在自己家的生活质量，学校订购了床铺及床上用品，请各班依次来学校大门领取。